我帮帮你，看，哎，跳上去，傻笑。他知道今天我们要带他出去玩，对不对？今天他是不是要出去玩？今天跟妈咪是不是要出去玩 ？Do you wanna go out? You wanna go out? 有没有吃吃？哎，吃吃也要。那你是要出去玩还是要吃吃？好难选，这好难选。哎呦，这么棒棒的。嗯，今天我们要去 Dog Expo， 就是在不是，也不是很，好像不是叫 Dog Expo， 好像就是 Dog Expo something， 反正是一个类似，就是有狗狗，然后也有爬行动物，然后一些厂商的展会啊。去年我们就有带 Chucky 去，然后今年因为有 Loonie 了嘛，然后就是两条狗就一起去。其实没有觉得说是有什么是给狗狗玩的，就是肯定会碰到有很多其他的狗，然后就那带 Chucky 也去玩一下吧。然后 Loonie 还小，要去嘚瑟一下。我们家现在是两只柯基，棒棒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喜欢哥哥多一点。我早上起来还没吃，东西到现在，就是一直在看，镇魂街，还叫镇魂酱，然后是一个大的场电影吧，算是，然后但是卡通片的那种，所以我挺喜欢看的。我反正卡通片我都没有抗拒，所以然后狗狗现在乖乖的，对不对？腿这么短，啊，然后妹妹嘞，妹妹已经躺到后面去了。今天给狗狗都打扮得美美的，这个就是去年在那个 Dog Expo 然后买了一个这样子的，其实本来都是给 Chucky 买的。哎，你坐到后面去干嘛？哎，这么棒！哎呦，乖乖了，乖乖了。哦，今天有戴假睫毛，我觉得粘的还算蛮好的。然后我今年长了四次针眼。我都快疯了，我今天长了四次针眼一共，我真的是快受不了，而且全部都长在左边的眼睛，不是因为我接睫毛还是说是纹内眼线，就我去年就有纹内眼线，然后去年就有开始接睫毛，然后都没有说是有针眼怎样的，然后今年就是一连的，然后就有四次犯了，然后也有去看医生，然后开了涂的药，然后也开了吃的药，好了是好了，但还会再复发，就觉得好奇怪。如果你知道然后怎么治疗针眼的话，然后就麻烦给我留言。我真的是被针眼已经折磨透了，每次上班同事都会笑。Anyway， 等我们开到那边以后，然后再给大家继续录。
啊，把我的花儿都弄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过分呢？你，你看你，你个小坏狗，你个小坏狗，你哥哥你还管，我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这是不是你干的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是哥哥干的吗？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啊，这谁干的？说，这谁干的？是妹妹干的吗？滚，走，走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这耳朵也没有用啊！你看，一看就不是哥哥干的，是你干的，是不是？讨厌，气死我了！你干嘛呀你？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知道，知道，这不是你干的，气死我！